屏东县语文比赛是结束的，其中沉浸式的公园客家语的项目是由从七乡重庆国小的姚义成同学得到的冠军。沉浸式的公园是去年将增加的比赛，主要是为考验参赛经验、临场表现的口语表达能力，对同国小的小朋友未是动态的挑战。阿弥陀佛，冰河不倒不卡。用清楚的口语表达同流利的生活学语，重庆国小学生的姚义成得到今年屏东县沉浸式演说客家话的第一名。沉浸式演说最困难的部分，如何按现场出题，并根据题目的内容马上发挥。体练习的时间最困难，因为要切割去上的图，就会叫本来的图案就会同。土地杯的东西讲出来。因为姚医生生下台三胎同堂的家庭，故所从小都打下规划的行业基础，再加上伊本身都有该采的台风，佮经过线上本伊演说技巧的训练过后，自然都会有该好的表现。如果不卡时阵，总会就讲下安尼哩啊，啊无无物个啊排期，那只唔地要去稳满啊。佮开台风啊，佮起床迄时间啊，就感觉讲也生意嘞吼，唔会降暑啊，唔会降降哦，会让让会发烧也一样诶。通过全院嘅比赛考验过后，姚医生将会同生意院医生吴浩代表屏东院参加全国语文竞赛，更加指导学生将会对伊加强表情同声调嘅训练，希望到时会有更好嘅竞赛成绩。下个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